这个。这是辣酱。你不可以加吗？这个还是不辣的。真辣的。所以下次知道了，下次知道了，学会了。我想这个汁应该也是甜的，给你也放一个甜的。嗯，蜂蜜啊。其实真的一点都不辣，像好像一点点都没感觉到。看来你是可以的，是我们低估了你吃辣的能力。你一般吃北京烤鸭吗？我以前如果上班上课上的很晚就会吃。一般我也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。再放在那里。回去的时候回去的。我要看我要。我自己非常喜欢。我就想留下来。我也是我送的礼物也是这样。好。好了，两碗米饭都吃饱了，吃饱啦，我去吃了。我来，你把这个好。我要准备回去做早餐。好，我跟你一起走路。最后再说吧。你拿什么呢？在看照片。为啥呢？先看，想偷一张走，可以吗？不可以，一张都不可以偷走吗？不给。那最后怎么分？再说，最后再说。我不要这个。你不要哪个？指示片。那就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。哦，还想给高哥准备一个。对呀、啊，哦，那这是我跟高哥的。你和高哥。好的，好的。谁让某人不加这个呢？怪我了。难道我加的话，他最开始就是我的了吗？高哥怎么还没回啊？加班？我不知道了。说曹操的，你在做什么呀？做明天的早餐。他说这是你的，这是他的，那是我的。因为他不要指示。偏爱。你今天还挺好看。像高中生。好看不？好看啊。留一个给迷迭吧，毕竟今天吃了他的烤鸭。没错，他今天带了北京烤鸭来。哦，错过了。他现在下班很早。也不早吧，是你很晚吧。就这两天，其实这周结束我就可以休息一下。那、这周所有的东西都要结束。对，你们会有就是空落落的感觉吗？如果突然一下所有的都结束。不会啊，我们就迈向新的旅程。啊。你会空落落吗？我回来深圳来看你的。好。感觉好了，对不对？应该是可以了。Yifan, wish you the happiest birthday, the happiest birthday. 祝你生日快乐。谢谢，好丰盛的。好丰盛，是这么用的吗？这个词。好搞笑、哦。你别说，他送的是他很喜欢的东西。超级喜欢，为自己骄傲，你知道吗？为自己高兴。我也很骄傲，我觉得我这礼物也选的特别好。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你说、你想学游泳。游泳。哇，好用心啊。这个还挺，真的还挺可爱的。啊，好用心、啊。挺好看的。救命啊，搞笑。音乐盒。啊。
不是，是反问，就是它这个是会动的，就它的海浪。行，你先可以看看海，然后去海边游泳。史诗级联动。海边游泳的时候记得带上对讲机。海边游泳。好的好的，然后真的是我。Let's go. 哎呦！打开吧。怎么了？啊，小心小心。没事吧？你这个又有水又有，哎呀，挺丰富的。丰富。我来收拾吧，我来。嗯，我给你盛吧。你要吃肉吗？要。吃几个？要吃三个。你不吃了？不吃了。好。你吃那么少啊？那么瘦。紧张了，紧张了。啊，没有啊，我觉得我吃了很多啊。说胡话，哎呀，这个这么可爱，怎么可以不露出来呢？这张你们拍到。他是什么时候想好的？我之前还以为他要不留遗憾。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想好的，你知道吗？完全没有想到他会离开这件事情。那你其实是跟我们一起知道的，我以为你们会。我比你们早一点，早个几分钟吧。我以为你早就知道了。没有没有，我不知道。然后他前两天就一直想说拿上面的照片，但我一点都没有捕捉到。我一直在跟他说，等最后一天吧，大家一起走的时候一起挑。因为他之前一直在说不留遗憾，不留遗憾，我以为他要还是要去告白。嗯，我觉得他已经不留遗憾了。希望。我来弄吧。你昨晚哭了吗？我有呀，女犯要走了，我不哭啊。哎，像你小时候，你和你姐，你们会讲秘密吗？会啊，就是那其实雨帆有点像你姐姐哈，可以这样说。雨帆更像我朋友。你姐姐不是你的朋友？是，但是我姐姐，雨帆更像朋友，姐姐就是姐姐，姐姐也是朋友，但是姐姐更多时候就是姐姐。姐姐更像家人，肯定啊，姐姐就是家人。不过长大以后，很多时候其实我也觉得姐姐有点像我朋友。嗯，有什么事就可以跟她讲。是啊，然后她什么事也会跟我商量。那出去找一下吧。行，走。我们去湖边。可以啊。走走那边，散步，散一下步。我之前看景是那边看景的。他俩已经把这沙发给这椅子给霸占了。真不错。你们要坐吗？我们没有在排队，你们坐吧。我们坐这儿。虽然我不知道定豪做什么，但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勇敢的人。很勇敢的人。那谢谢你。定豪你做了什么？嗯，做了很多。我还有我不知道的东西。你应该知道吧，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，但是你有看到。你在说谁啊？你是定豪啊？不是啦，那什么？他以为定好把我蹬了，没了。你在干嘛？想不到其他东西，只想到了这个很小的东西，但是不做我会后悔。我觉得不做是会后悔的。我觉得就既然做任何决定，我都不会后悔。我是这种人，嗯。嗯，毕竟是当初自己的选择。嗯，
我是觉得有时候很多我做的决定跟我想象中的并不一样。我说的这种决定是一些大的决定啊，大的决定，对啊，你小的决定本身就随时都可以改变，就是它有挽回的余地。所以你指的是什么？就是一些重大决定，比如说我要选择要干这件事，之后再去回想，不管它成功还是失败，嗯，你都不会后悔啊。主要最主要觉得后悔没什么用，也是后悔，主要是后悔有什么用？你又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去就内耗，再回到那个时候，嗯，停止内耗。那有时候难免会想太多，不知道你会不会？哦，不会。不会，我是一个非常停止内耗的。那也是，有时候我会去想这件事情，然后总结一些东西吧，反正就是不能让这件事情白白发生。嗯，对啊，就是从这件事情吸取点经验嘛。对，但是不能就否定这件事情它本身，嗯，失败也能从失败中获得些什么正能量。我想找一找有没有巧克力。好，小手手牵上了。什么时候爆的灯呀 ，Tomo？ 我们都没有发现呢。啊，去干嘛啦？去干这个了。哦，你们也有小手链啦，啊，一样的，是不是？嗯，一样的。嗯，他不是昨天跟我说，就是关于他朋友跟他有一些哦，然后呢，他跟我说让我参与他们的那个意见服装设计，然后我在去的时候我就疯狂的画图纸，所以你说那个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半真半假，假的是我没有跟他吵过。善意的谎言，善意的谎言。Caught within your eyes, you can't enter. 我过去给你们送话。行。嗨，定好。你的作业啊，你画完了。你这是打算。哇。啊，好棒啊，你画的。这是谁的狗狗？我的。哎，明年你有没有看那个雨帆留下来的画册？没有，他走了，他离开了啊？为什么这么突然？这不，我带你去看你就知道。我也去看。我以为会有跟大家就是才告别啊，有一个这个，然后写了一封信，然后他把照片打出来了。哇。这照片翁清雅含量比较高，今天我要提前结束这段旅程啦，和大家在一起相处的这段日子难忘又开心。我相信小屋的结束是另一种新生活的开始，不久之后我们一定会再见的。希望我们小屋的每个人呢，都可以没有顾虑和遗憾，遵从自己的心意去选择。祝大家都有所收获呀！701和702，我们永远未完待续。加油，一帆，加油！哇哦，哇啊！他答应出来所有的，这是亲密的时刻。哇，大家一起，这是写的什么？加油，加油，你好。定好，嗯，你留遗憾吗？你也不留遗憾，正在让自己不留遗憾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建豪，加油，定好，加油，没有顾虑和遗憾，遵从自己的心意去选择。好，那我过去了，加油。赶紧回去休息睡觉。嗨 ，Hello， 雨帆他走了。啊，雨帆走了。他这里写了一封信。哇。然后这里还有一个相册。
哇，哇，哎呦，还有说一些话，我的天哪！等等，他们两个已经牵手了吗？我突然想到，谁？托姆和琪琪。真的吗？我突然意识到这个事情。刚刚吗？对，再看一下。哎呦哎呦，腿酸！真的假的？现在没有，现在没有。哎，这简直是暴击！该吃瓜了。大家决定有没有什么补充的？我才刚刚知道，我们是昨晚知道的。哦，我昨晚给他礼物的时候，他还抱了我一下，我还在纳闷他为什么要抱我，我还想还有几天才离开。他可能觉得他自己想做的事都做完了，他就可以离开了吧。I don't deserve a spotlight. I'm dreaming on a red eye as reality seems to fly by. I miss texting my best friends, but my phone's on airplane mode. And I feel so alone. I think I'm kinda lost in the world. 原来有人离开了。啊？啊？谁啊？雨帆。雨帆走了？啊？他给我们留了一个相册，还有一段话。我们去看看，我们去看看。妈呀！这么突然。凡凡就自己走了。天哪。Hello, what a wonderful life. 这也是这个吧。是这个吗？自己画的。天哪。如是长相见。哦，画的小屋。是啊。I'm so good enough. I'm lost inside your eyes.And they say it's never easy, it's a game that never lasts. But every time I'm with you, I swear I still get the butterflies. 天啊，这里也有好多照片。You light up every single part of my life, and I'm not gonna lie. I was a little lost without you. I'm tangled up inside your love.